过咗数啦，几时可以见面啫？我去俾保证金，唔好拉我啊！我投资积赚，我全力收货。要点声佢哋先得？我爱你，俾钱我使啊！我系执法人员，俾保证金。有超水嘅投资产品益你喎、啊，我可以信你啊？咪系咯，面对真人就耍手拧头，点解电话你哋就信到十足？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，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。虽然通讯局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电骗，但骗徒手法层出不穷。咁可以点啊？唔通成世唔听电话？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，或者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，以减少诈骗同滋扰电话。又打你，点算好啊？要经常保持警觉。冇披露个人资料俾陌生人，同随便转账金钱啊！